直接在这个定量这里输入200克，然后按启动。按启动的话，这个输送带就开始在这里运行。然后你把这个瓶子直接摆好，直接放上去就行了。灌装好的话，它会自己过去。它灌装的话，速度前面是快的，后面是慢的。直接放瓶子。放在上面拿瓶子就可以了，比较方便，省时省力省人工。前面快后面慢，好，我全部都是设置200克。